粉丝团的朋友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今天礼拜一，哎，礼拜一怎么会有罗汉出现呢？因为上个礼拜五我们告假一天，所以我们今天延到礼拜一来做我们那个罗汉厨房的好手艺，给大家来介绍一下，有两道菜。最近哈、哦、真的很热哦，上个礼拜全部都27、37、38度，嗯，怎么过日子啊？就日子越来越热，怎么办？我们用点比较清爽的料理。哦，你夏日炎炎的清爽料理，你这样要丢给我讲啊？对啊，我开场介绍不是只有老王的压力，要介绍一下。对，好了，上个礼拜我要讲啊，上个礼拜五不是我缺席，是因为别人有缺席。以后从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有罗汉，你直接上我的粉丝页按赞就好了。好了，来，今天天气这么热，还是要吃一点比较清凉降火的料理。那今天罗汉大哥帮我们介绍的哪两道料理呢？我们今天做的料理非常的清凉，但做的人非常的热，因为你烫，不是因为我们热、哦。我们来做一个柠檬鸡丁。好、哦，柠檬鸡丁首先要什么 ？L 鸡把它切成丁，好、哦，丁就是切干了，知道吗？哈，好，然后我们要什么东西？要柠檬，好、哦，那等一下要把它肉要腌一下哈、哦嗯。那我们用。那个柠檬醇哈、哦，用柠檬醇来调味哈、哦，后面的汁来调味。啊，我们就是说我们要把底下铺一个哈、哦，因为要清爽，所以我们就弄一个小黄瓜，我们把它拌起来。好、哦，我们把小黄瓜拌起来当底哈、哦。那小黄瓜要加些什么东西？小黄瓜我们就加一点点的酱油，好、哦，一点点的黑金酱油哈、哦、就好了。好、哦，然后我们加一点点的，好、哦、辣椒酱。豆瓣酱都可以，一点点就好了哈。然后再一匙大豆瓣酱，好，一匙的糖，好，一匙的糖，好。然后一大概，哦，柠檬醇，柠檬醇。接下来要什么？一点点的麻油。今天好像都一点点、欸，都一点点的。我跟你讲，我自从去了兰屿回来以后，我非常的祈福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什么时候跑去兰屿啊？啊，前。为什么会缺席？因为前礼拜四才回来。哦，来，麻烦你的手把它取出来。阿念，我去洗个手。哦，我们那个去拌的时候，我们来看那个鸡丁哈、哦。鸡丁我们要腌一下哈、哦，腌一下一样要一点点的糖。好、哦，这个味道不用太重。好、哦，但是要让它有味道，还一点点的厚黑鸡。厚黑鸡。哦，就差不多这样，让它有点味道就好。好、哦，然后什么东西呢？我们加。把它拌匀了以后，是一样抓一抓，哦、抓一抓那个，我们两个就抓来抓去。抓你那是荤的、嗯，我是素的，对，好不好？是，你、嗯、看，看身材也知道你稍微胖了点，嗯，肉吃多了点。如果我才稍微胖了点，那我就很安慰。安慰。来，再加一点什么？加一点点基因改造的玉米粉，好惨哦！因为买不到基因改造，但是因为我们要同时招来，所以我们标示很清楚是基因改造的玉米粉。现在市场外面全部都是给你写，本商品不含基因改造成分，但是是用基因改造玉米制成。本商品不含基因改造成分，但是是用基因改造黄豆制成。哎呀，真好玩嘞，这个社会，哎呦，所以我们现在。哦、你看我就这家这个手是有机的了，你知道吗？啊、哦，好、哦，我们把它弄一样以后，然后我们要下去把它炸过一下。哦，啊，那个油温要很高吗？油温就差不多150度。150啊、哦！我现在公共肯定让你用了。没有没有，真的差不多150。因为我每次讲说150、170，为什么你知道150、170？没有人去量啊，就是你的感觉，好吧？那、啊、我会讲150、170，是因为大家都这样讲，我就学人家这样讲。不是啊，那个感觉是在被油爆的时候会有听那个叫声啊，还好啊，还好，哇，你鸟事，那个就200了，有没有？那是八成地下油锅，啊、有没有吗？好、啊，大概是这个感觉，有没有？哦、啊，这样的感觉，啊，要会起锅，哦，好嘞，哦，啊，这次要两次炸吗？一样要炸两次，一样也是要炸两次，要不然的话一下就软掉。是。哎、哦欸，今天做起来好像感觉好清爽哦，简简单单的。啊、人会改变，真的哦。我觉得最近有打坐禅的感觉。我是心灵洗涤过了。哦，你去哪里洗涤的、啊？啊，在我们家那个卫生间。哦，那是洗澡，心灵洗涤要去哪一个宫、哪一个庙、哪一个寺？那个会污的，盘坐，那会污的。
那我是怕你做一做涅槃的，我们还要处处是残疾，是，你懂吗？对，哦、我们处处是商机，那、处处是残疾，哎呀，更好。我们上个礼拜、哦、这个是什么鸡？你知道吗？啊，这个是防土鸡。防土鸡，有没有说什么肉胸鸡胸肉还是腿肉还是？你们家剩下的就好了啦。但是你这种不能用防土鸡的鸡腿，太硬哦，越炸越硬。就是鸡胸可以，那不然你就是用肉鸡的鸡腿去做，哦，还 OK。好，那、我们大概就是用中火的方式，先让它外面先给它煸香一点。那里面的熟度可能，师傅这边看你是第一次下油锅要几分熟啊？啊，全熟啊，都要全熟了。对，所以最后第二次只是让它再更脆更香。第二次就是不让它反潮了。反潮、哦、然后我们把那个这个东西哈、哦，我们把它怎么样呢？我们把这个拿一个盆子来，我要把它盛盘放底下哈、哦，放底下，对，放底下，然后我们再来调那个酱汁，好、哦，就是利用它在油炸的时间，其实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。博翰，你说你上次去蓝屿，对。有什么好惊讶的事情？非常的惊讶，对，嘿啊，什么？我含阮某两个加起两百几斤，结果好好咁样飞。你是做什么大？不是，就骑摩托车。骑摩托车。因为它是西南气流，所以它那个风很大。然后过去的时候风更大，因为是逆浪，所以那个船头是这样，啪，就这样，咻，很刺激。自由落体连续两小时，你看。哦，那你这样赚回本了呢？自由落体完。我本来想说好好的睡。不可能的、没有想到就这样。你有没有吐啊？不可能，因为我没有东西。哦，你有看过人家把诗书吐出来的吗？我肚子里面只有诗书，饱读诗书。是的，所以腻了、撑了。对，根本没办法吐出来，因为那是一辈子受用的东西。各位观众可以转台了，有点恶烂哈，太夸张了。一定要干嘛？既然你饱读诗书哦，那我问你一个，你不要问太简单了，真的吗？太简单了会忘记哦。天生丽质难自弃，下一句那个我就不知道。哎呦呦呦呦，太简单了，真的吗？哎，对，好吧好吧。最近我看到一个李真，哦，这个艺术家，哎呀，他最近出了一些，做了很多作品都参展，我发现他这个人蛮妙的，哎，有机会大家可以上网搜寻李真，木子李，真假的真，李真，哎。他的作品，大家有机会看一下，看看给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。我跟他讲说，为什么会去想到这个人，去看他的作品？你先把你的感想讲出来，再推荐。因为他有一句话，我到现在还没有参透。那你叫、你参透了以后再推荐我。真的哦。哪一句话？因为我忘了，虽然字不多，记不太清，对不对？你要讲。虽然是吸时间咧，你嘛经一个讲起来较完全。等我看我想不想得到。想到这个人，他讲的话忘记了，然后你还不知道要参透。等一下，我应该可以记得起来哦。你特别还去观想了一下那个文字是什么意思。好，我们讲一下我对蓝屿的感觉。好啊。我们一般就会觉得说，原住民哈会很豪迈，对不对？其实蓝屿也是很豪迈哈，我们朋友都很豪迈。可是事实上在那边哦，我会看到说，他们跟花莲、台东的比较不一样是，他们感觉比较内敛一点，可能是岛民的关系哦，就感觉喝酒也没有那么吵哦，然后很惜福我的感觉，因为他们可能物质比较缺乏，所以就在岛上的吃的哦，吃的东西我就感觉都很简单，你像他们的鱼晒干了，然后。剥下来炒饭，不然就是煎一煎就这样吃，没有像台湾很多很花俏的东西。然后父亲节哈，因为我去的时候刚好是父亲节，结果他们也过父亲节，可是他们的父亲就跟他们的儿子讲话，他说我们哈父亲节是台湾人的习俗，我们男女没有父亲节，因为我们男女的人母系社会不是这个样子。他说就是我们的孩子长大了。好、哦，他们就要去捕鱼，就要去山上采东西回来孝敬父亲，所以我们是每天都在过父亲节，不用特别选一个日子来孝顺爸爸。哦，就不同的逻辑的想法，
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台湾人都只有父亲节那一天在孝顺爸爸？有时候也没有，那一天也忘记了。但是这种是 一种表现了，就是说他们，你像我们大概台湾过父亲节的话，你就找个地方吃吃喝喝，然后就过去了。可是他就在吃饭 的期间，他就跟他小孩子这样讲，是他小孩子还做了一个大蛋糕，然后自己做喷的嘛。我吓一跳，我说哇，你从台东那个船这样怎么过来那个蛋糕还好好的？结果他不是，他就他的小孩是做那个学喷那个什么烘焙，所以他就自己做，就是他们就自己做。讲一讲，我忘记了吧？哇，是关机，所以还要再讲一次。我们现在把那个船开回台东，开始马赛。那我你讲你礼拜是礼拜五的事嘛？那我也讲一个礼拜五的事情。礼拜五呢，那时候刚好有一个大陆的那个江苏省来台湾做一个招商活动，然后你就发现哦，他们政商是合在一起，政经是合在一起的，但是政治跟经济两个是绑在一起的。所以国家的政策呢，会为了经济来做一些调整，然后看看我们的台湾，我们政治跟经济是分开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政治呢就是搞斗争，就是搞你争我夺，那经济呢没有人在管，所以呢这两个国家啊，到最后会走到什么情况？我想大家都应该心里面有一些分数了。那看看台湾真的是越来越紧张了哦，所以我们也只好在家里面做做菜，这是小小的小幸福。可以吃就吃，可以睡就睡，到以后没有地方吃没有地方睡的时候，我来找老王。好，欢迎老王给你们睡，不是陪吃。好，那我们油温差不多，把这个放下去。来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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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这个汤不用丢，我们再把它熬一下去。我们把那个加上去哈，柠檬水加下去。开胃的。柠檬水加下去，然后我们把柠檬片加下去。柠檬片加下去。师傅，这最后一个回锅就是要大火了。已经大火了。大火了。对哈，然后我们再加一些，一点糖。好。就让它酸酸甜甜哈。因为它我们本来有一点点的辣，对不对？在里面，还有一点点的酱在那边，那就让它留在里面就好。是，好，然后就这样把它拌一拌。好了，差不多没有油泡了。对，好，那我们等一下把它淋在上面就可以。你如果很吃辣的人，你可以用啊。其实这种还可以加一点花椒粉啊，有些人喜欢那种麻的味道。花椒粉，其实都可以。好，小心哦，小心哦，这里那个。这个炸得漂亮漂亮漂亮其实你油对了哈，什么粉都一样，然后你的温度控制对了哈，也对哈，就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把这个鸡肉弄上来夹一下，稍微给它摆一下盘这个真的好吃就这个样子。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汁淋上去，哇，一看就酸酸甜甜暑气全消喽！这个就我们做的柠檬鸡丁，柠檬鸡丁就好嘞，OK 了，好，接下来其实这道菜嘛，我以前做过，我记得是第一次来直播的时候做的，因为那天。怎么讲？有点被强奸的感觉。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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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第一次直播是有点被强奸的感觉。你们说想，你们说想要叫我，我在，应该我在哪边？在江西的，在江西。然后安说很想吃你做的菜，我说不然等到我回来的时候去做给你们吃。然后来的时候说，我们你来做菜，我一定要直播。然后东西也没有。就是冰箱里面随便拿随便弄，然后刚好有一颗南瓜，有两颗咸蛋，有好像是这样对，所以你的年纪还是要吃银杏不是银杏，要种银杏的。那一天我们就把那个什么，就是把南瓜蒸了一下然后用咸蛋下去炒，那就很下饭。那我昨天在说要前天本来礼拜五要做的时候，礼拜上个礼拜五给菜单的时候说我要做这个南瓜咸蛋的时候，那个安就说我要咸蛋盖饭，结果很好笑，很刚好就是那一天父亲节那一天晚上，他们也做了一个南瓜也是咸蛋，
可是他的做法不一样，是，就他就是把南瓜，我们本来是蒸过以后下去弄个糊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他不是，他们就也是拿下去裹了一点粉下去炸，结果我觉得这样很清爽，虽然是炸的啊，不甜的、哦，所以我就决定回来一样画葫芦给他试试看。来，试看看，小心哦，这油还是在爆的哦。所以我们还是原来的油锅本来就还没凉了哈。没凉，刚好。好，然后我拿个那个来。我们的南瓜是，我实在不太喜欢用这种动作，因为头的中间好像没有什么毛。我们有点在意形象，懂吗？不用啦，底蕴那么深，那还那么……然后我们那个怎么样？打一个蛋哈。哎呀，为什么让它糊？让它有点水分。好。蛋让它有一点点的稠稠的，这样子我们的粉，对，我们的粉比较好弄。来丢点盐巴下来，一点点的盐，一点点就好。因为南瓜很甜嘛，哈，是啊，但是用点咸可以让它反味，反味，反个味道回来，讲好回。等一下，你看怎么南瓜全部吐出来？你刚刚撕书都可以吐出来了，我反个味算什么了？好了。我的师叔吐出来是因为我师伯不在，是是是，你知道吗？师叔，好，然后好了，因为这个有点不太大，不够大，不要没关系，因为我要分两次炸，所以我就把它弄过来，然后抓一点过来哈。是，所以还要再打一颗蛋吗？不用，这样够了，我们把粉拿来。好。一点点的薄粉哈，而且家里比较讲究一点，可以用莲藕粉哈，莲藕粉就不机改不机改了哈，没有非完全非机改，哎呀，就跟黑豆一样，哎呀，黑豆就没有机改的黑豆，与否，好，那个油温差不多起来喽，可以的，对，所以我们就把它拿下去，我们把它拿下去炸一下，好了，要小心了。他怎么没有想到，我堂堂罗主厨跑到哪里学一道菜回来的？刚好他们家在做这个。没有，不是，他就拿上来就吃了嘛。哦。就讲说，是南瓜，然后因为本来以为是什么，他切的那个样子，本来以为是不是地瓜，是后来以为看不清啊，有海产的，以为是海产还是什么东西啊？哦。可能是鱼啊，因为他那个栗子南瓜哈，颜色刚好看起来像鲑鱼，因为那个皮也黑黑的啊。对。然后看起来，我以为是南瓜很甜诶。对。所以如果今天这个不好吃，是因为南瓜熟不对，跟我没有关系。哦，我叫我拿布哥领钱哈，你这个看不顺他了哈。栗子南瓜那风味真的不太一样。对。那一次我们刚好有另外一个阿凯师傅，他切的那个栗子南瓜切好薄片，来直接拌。拌，不是蒸拌。然后那个南瓜，都下去，都下去。那个栗子南瓜呢，它也没有去说先穿烫过，就直接，它很切很薄，切的很薄，甜哦。还有两肚子里面，哦。啊，最近哦，大家都感觉好像战争的情况哦，因为两个爱闹脾气的，一个30岁，一个70岁，两个人在那边斗嘴。哎呀，斗一斗呢，搞得我们旁边这些人也不知道他们是讲真的讲假的，也不知道，也不来侮辱我们这个100几岁的，对不对？是，两个小老弟啊，不要这样子嘛，对，我们美国人就不要把你世界的价值观都建立在你美国人身上嘛。我们的蔡长老怎么不出来讲讲？蔡长老，两个小朋友啊，你看一看100几岁的老人都不吵了，你们吵个屁、啊，是。反正就这样嘛，世界就是有很多变数。今天活着就过完今天，好好过。为什么今天那么多感慨？不知道呢。是因为我回来脸有点憔悴吧？我有补光哦，我真的有光。好了，就这样直接干煎，炸。对。啊，对，有个事情让你做，你把那个用加油加一点油下去把它糊开。这个、哦。对啊。先让黄先弄对。老王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助理哈，只是他当助理他又屈就啊，你自己没有好，你知道吗？还好他是当我的助理，就感觉
也没有糟蹋他了。你如果到总统府去当行政院长，就糟蹋你了。哦，真的吗？知道哦。哦，真的被弄得很惨。那个林权是我左营高中的学长，林权是左中的、哦，对啊，结果呢，哎，不知道会不会把他开除决定。一个好好的人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被折腾成这样，头发也没了。原本有家庭幸福的家庭，是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一搞政治，什么都乱掉了。对，他那个谁跟张善政好一点，因为没做太久，还不到被骂的时候就下台，啊、就只是在火车上面捕捉到野生的他，最近常被捕捉野生的野生啊、哦，这个让他立下油，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放进去，另外放进去。师傅啊，你那个咸蛋黄跟油是几比几啊？这样就可以了。也不用，只要是把它弄开，因为我们炒的时候比较好。对，闲着是闲着了，不然我自己是不会这样弄。那啊？因为家里没有助手。是是是。啊，你跟老婆跟大嫂不是很？那不可能，那个是绝情深吗？是啊，他都在玩手机。那你就把手机放在你胸前就好，就玩你啊。嗯。你怎么这种猥琐的言语？对，我们是饱读金瓶梅。我以前在出版社的时候就做过了，说就是金瓶梅词话，词话，词话，就是解用插图的方式、啊。有插图，对，但是它就是每个词把它分开，然后里面有古代的话这样。哦、嗯，我们出版有出版的那个书是情欲的内容吗？我连技巧看不懂，那你画什么鬼啊？不是我画，那个是原来的画、嗯，然后我们把它出版，我们公司把它出版。我出版社的朋友现在还会遇到。真的哦，他们也好辛苦、哦，他们很辛苦啊。本来二十几岁的小妹妹，现在都已经六七十岁的老妈妈了。那时候也二十几，现在也六十。没有，十七、十八、哦。当然、哦，我是他们眼里的小鲜肉。现在变腊肉。现在是他们眼里的狮子头。狮子头。啊？是不是这就不用再给他回一个了？当然不用，不用回哦。你拿一个起来试一下，是吧？我就不要嘞，是因为要看它那个肉有没有软，它那个用搓的就好了啊。试一下啊，那个、可以穿的啦。啊，塞，好像还有点硬呢。对呀、啊，所以才说要不再弄一下。对，这个再给它搓一下。嗯，好、哦，那里面因为南瓜本来就不好，容易熟不好烂，干嘛给它烂呢、啊？不是你要，不是说烂，你要爱。进去嘴巴的口感要 OK， 可能因为我们的刀也可以了，不然切那个切薄片就稍微再薄一点。可是切薄片的话就全部都吃到粉，嗯，哦，这两难呐、啊。是啊，为什么不能看看呢？可以吧？可以啦，那你就好了，这个比较薄啊，那可以就可以了。哦，差不多再炸个两分钟了。嗯嗯。不过也是很好吃的。嗯，对，我觉得这样都是不错嘛，真的。嗯，我做的这样还不外让，不是不是。你这样回家，小朋友看到这个应该都捏起来吃呀。嗯，是啊。那小时候做那个地瓜，对不对？嗯，对。哦，等一下，我们今天这一道料理，这道料理做完以后，应该还有时间。最后面就是老王大胆伸手，没有啊，啊没有，因为已经过时间了、嗯，已经过时间了。今天是你做菜做最久的了，嗯，对啊，从二十分现在已经，因为说要慢慢来，对不对？嗯，不是那个谁，他们就这样跟我讲，说我们做两道就好，慢慢来。嗯、我们要把它加起来哈，再炸一下，加起来其实就可以了啦。啊，来一点油，好。然后我们再等一下来炒那个。其实像柳溪的菜吼、哦，就刚好拿来做、嗯。对。南瓜现在也有。对呀、啊，回家看哇，我们家的墙壁都是南瓜的。真的哦。嗯。我妈妈前天拿一个，我昨天晚上说，啊，你今个吃了，我不过腿脚更油了。当饭吃哦，当饭吃也没那么快。很多、哦。他说那一颗如果不好吃丢掉，再拿一颗，那一颗比较好吃。是不同树种啊。哎。不是，又长出来有，因为那个什么台风抢修的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抢收了。抢收。嗯，然后，哦，既然是这样，我们就把这一道来做，
这个再炸一下，再炸一下，炸一下起来以后，我们就来做那个汁。你对那个汁是要用个小锅吗？啊，用个小锅。用小锅对呀，用小锅，加点油。我把这个汤移开。哎。啊，把汤移开，现在就可以来做那个汁了。我这经过你给人看得上来呢。我记得我叫人来讲遐久的口气的呢。看你们个人的关系，整排也没关系，是吧？我们把一点油拉过来。好，油拉过来，然后就。哎，我开了，我开了，然后我们把这个下去，好，这一般哈、哦，如果蛋黄的话就是金沙，所以我们今天是要把那个什么，两个都要哈、哦，所以我们先把，但是因为我们要把那个先炒，怎么样？泡一泡，好、哦，这个咸蛋会起泡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哦，起泡它会香，所以你就要用油先炒，让它起泡。哎呀，这个有个虾球放下去就好了。哎，虾仁放进去，整天就是黄金虾球。对，是好吃的。好，那等它起泡以后，这个应该可以。好，起泡以后，我们加一点什么？我们要加一点水哈，因为，好，加一点水。好，加一点水，然后我们再把蛋白放下去。哦，咸蛋白。哦，因为我们不是做金沙哈、哦，对，蛋白加上下去。哎，敢起来做金沙，刚刚还要加水吗？不用，没有没有，就直接下去勾就好了。好，然后因为这个会太咸，嗯，所以我们加一点点二砂糖。就这样。弄滚就可以，不用勾哦，啊，不用勾，对，不用勾，不用勾，不用勾，因为它本身就有粉，你垒勾里勾里勾，我们用那一盘就好了。对的，哎，把这一盘拿过来。好，把这一盘拿过来，好，然后我们就直接这样子粘上去就可以。来，小心，小心。哦，这个有点酥脆，然后又有一点那个，哦，这就是我们的咸蛋南瓜，这是直接的名字了，哦，比较有水准的，他去取一个比较好听的名字。好、哦，来我来移一下。好、哦，来，来来，镜头来，这是我的名字。等一下。再、啊、来一个，就等一下这一个。其实一定其实可以把这个。啊，对了，淋掉了，对不对？它不会湿掉，哎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这两道，好不好？耶，这两道清爽，好，夏天炎炎夏天的清爽料理就完成啦。那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呢？哎，没有了，因为我觉得我很热。为什么清爽的东西做起来那么热？因为你热情如火啊。好吧，那今天我们黑豆商的罗汉厨房到这边喽。好，谢谢我们观众朋友的欣赏啊，希望也有机会帮我们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。下个礼拜啊，五还是？要请假，好、哦，是这个礼拜五要请，哎，这个礼拜五，所以我们可能礼拜四、礼拜几会补一天，嗯，好、哦，哎，但是你不是要去那个丰年祭？对，礼拜五要去丰年祭，不然我就在丰年祭那边直接用黑豆厂的酱油跟大家分享，哎，也不错哎，哎，你移师到外面去，好，我等你，好不好？好大，我来等你，好不好？我等你回来，花莲龙光部落见，哈、哦，好啦，好，就这样，拜拜。